若是静儿伤了一根毫发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想让师傅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给你备一口棺材。好。<笑>方先寻，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吧？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事儿。 并不是受你所托，就不怕我把人给抢走了？你呀，明明是一副侠义心肠，为何总要假装做坏人？别跟我套近乎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好人，小心我在背后捅你一刀。静儿就拜托了，不过。 面具戴久了，会长在脸上的，就此别过。喂，明天他跟我要人，我怎么说啊？那是你的事儿。